我们日本喜欢唐朝的文化，很多东西是借鉴不是偷，比如建筑、货币、官职、茶道。唐朝的时候是借鉴，清朝的时候就直接抢了是吧？后世的事我不清楚。唐朝的时候，我们先后派出遣唐使19次，学习唐朝文化。忽必烈位于用宋朝降兵，你倭国位于用日本精英。你提遣唐使，不一起说说遣隋使？有没有可能倭国没把你放在眼里，所以称自己是日出楚天子，管你叫日末楚天子？小小的倭国敢在我大隋头上动土？谁叫你三征高句丽都败，在东夷之中威望归零？要是像我大唐一样，白江之战航母碾压小渔船，设立安东都护府，东夷诸国哪敢不服？确实，白江之战后，日本最怕的就是大唐登陆，找我们算账。那你就不用学我们大唐了，直接并入我大唐好了。日本奈良和大唐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。仿照开元通宝铸造了河童开珍，仿照长安洛阳新建了日本都城，甚至女帝辈出，致敬我这千古无二的女皇。学那些表面功夫没有用，我们尽揽天下英才入无垢中的科举制，日本学了吗？这个我大唐滇池四方的府兵制，日本学了吗？这个日本科举不兴，所以门阀当道，朝廷武备废弛，所以武士崛起。制度精髓是一点没学到，不过别没学我奶奶又养男宠又宁佛就行了。混账，我做什么也没耽误正气开元治弘贞观。小遣女帝宠幸的刀尽腰身，差点篡位，神团势力做大，让桓武天皇甚至舍弃了奈良，从此开启了平安时代。为什么日本都是时代没有朝代？我们日本只有一个菊花王朝，万世一系，天皇家族没换过。菊花不好听，总让我大唐想起皇朝那个家伙。其实日本和大唐也是双向奔赴的，日本屡次朝见大唐，血洗唐风，大唐也曾派出鉴真大和尚东渡为我们传来佛法。鉴真东渡是头渡，可不是我唐派去的，要是我就派道士去你们那里了。虽然鉴真东渡没得到唐朝支持，但他在日本很受欢迎，我差点拉着我的爸妈一起出家，后来还新建了唐昭提寺。我就奇怪了，为什么我大唐的和尚都爱偷渡？为什么还都偷渡成了国际巨星？哦，亲爱的东方皇帝，你们大唐不要这么吝啬，多派点人出来传播文化不好吗？你看我们西方，要没有那么多传教士和旅行家，哪来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？这位外国朋友，我在乾陵十相生里怎么没见过呢？我的法兰克王国统一了大半个欧洲，分封的三个国家成为了现代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的前身，欧洲之父，唯我独尊。还是没听说过。扑克牌里的红桃 K 你知道吧？那就是我，查理曼。查理曼？对，不认识。罗密王伦巴第征服巴伐利亚，击败斯拉夫，阿瓦尔被教皇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。欧洲诸侯林立，比讨伐隋炀帝的18路反王还多。我这边是隋末，你那边是岁末，实在是记不住。我想起来了，你是不是那个被矮子批评过的查理曼？哦，什么鬼？虽然东西方路途遥远，但我的故事都传得这么离谱了吗？阿武，人家是矮子批评的儿子查理曼。我爸爸矮子批评曾是摩罗文王朝公相，也是我加洛林王朝的开创之君，而我就是加洛林王朝第二任国王。没想到你也是个太宗。又一个权臣篡位的。欧洲人对父亲都这么不尊敬的吗？张口矮子批评，闭口秃头查理。我来段唐诗给你解释一下吧。欧洲名字本不多，路易威廉随手捉，查理分成好几世，通名总是背黑锅，不如绰号分彼此，好听好记不难说。这也配叫唐诗？我扣除了31听。要是大唐皇室有欧洲绰号的话，应该是阿婆面李渊，爱马仕李世民，小刺猬李道玄。
还有好外甥李芝奴。爸爸，把灭印度的王玄策借给我吧，让他一战灭欧洲。不用了，咱们大唐有灭国大功的将领比扑克牌还多，灭东突厥的李天王，灭高昌国的侯君集，灭西突厥的苏定方，灭百济国的苏定方，灭高句丽的苏定方。怎么感觉你在炫耀苏定方牌核武器？我只想说，我大唐将星如云，猛将如雨，王玄策都是小字辈，他灭的天竺小国更是不值一提。你说啥？我们天竺不值一提？你家唐僧十万八千里过来取的什么经？我没让他去啊，所以他也是偷渡出境。哦，传教就要大方一点嘛，何况还是去别人那儿取经。我大唐不是吝啬，山川险阻，路上出点事儿怎么办？我想先打遍天下，然后再派人教化。你们唐朝放下屠刀，我们印度立地成佛。你这肤色是不是跟昆仑奴有亲戚？你才是昆仑奴，我可是统一了北印度的吉日王，世界的太阳神，被印度40年的稳定和繁荣全都靠我。然后你一死，印度继续远看文明古国，近看一群古国。咱们那些插地里就是没我清心寡欲，我虽然武力统一，但是爱好和平，平常就宅在家里写写诗，写写剧本。你有龙喜记，我有威凤赋，咱俩还挺有 CP 感的。咱俩出身相近，趋势相仿，工业也都一样伟大。如果说天木儿是中亚的朱红屋，那我吉日王就是印度的怡亲王。你一口一个秦王，不知道我后来当了贞观皇帝？在我们印度早就流传着你当秦王平定天下的故事，后来唐僧告诉我你当了贞观皇帝，我感到无限的开心，甚至想起大唐和你团聚。别来，我一想起印度人就头皮发麻。我作证，爸爸就是误吃了印度妖僧纳罗尔娑婆的丹药，才升级为唐太宗的。唐僧刚从西天回国，你就来西天报道了？